申请人是汤明荣，对对，汤明荣。啊，你是他妈妈要帮他申请。哎，他怎么知道要来派出所申请？因为我们的村长广播。哦，村长广播说派出所可以申请预约登记哦。对。所以那我帮你登记，20月8号就可以来领。好好。好，然后登记他的基本资料，汤明荣。好。还有他的电话。然后你下个月8号就可以来领了。好，要他的证件还有。